娜娜，嫂子看你跟女婿在咱部的人品，你俩人品最好，所以嫂子跟你也走得近。以后咱这你再有啥忙，我给你帮；我再有啥忙，你哥能帮。嫂子，咱这关系好，你有啥事你就娘传，也别见外。嫂子，怪不得俺媳妇跟你走得近，满不是俺就念你人品最好。哎呀，你再别夸嫂子，咱这关系谁跟谁嘛，这把小姐开心话的。嫂子，给，赶紧吃吧。行。丽丽，你知不知道娜娜？我两口子可重。我叫俺哥帮忙，你这得有脸吃还不吃？我有我人，你以后都给我离远点，不要跟我打交道。就是的，为了我人就有问题，你以后是这，你跟我走，都不要跟他走。丽丽，俺们不是走你地方行，走你会出事会来事，一话事要多跟你走，啥事亲啥人，对着。你以后都跟俺嫂子亲学的，嫂子俺这是咱不是五好媳妇。嫂子，你以后有啥事给俺媳妇亲讲的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你别媳妇讲我，你就放心。嫂子，那好，我以后就跟你多走。呀，嫂子，我看你咋话呀？今天急咋不高兴？丽丽，别叨叨，我两口可重。嫂子，你叨叨咋话被你逮着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咋话着急？人家丽丽两口子，人家给老汉包车开出去的，我想上县去，想见车，你知不知道见我车人家吭吭哧哧，人家不想给，见我车咱要命呢。抓去跟我关系好，好啥嘛好？我气死了！也就是就是，一位两口子，咱不是有名的小媳妇，人家就没给我俩打交道。我这会才把我两口热热的，这还想当我好媳妇？休息了，想当我好媳妇，俺吃亏。先管这个小气，我跟我两个计较了。帮着气，帮着气，今你着啥气？你看丽丽跟涛涛，我为两口吃命的在街道寻小气鬼。你没事的，你就寻伯伯，伯伯以后他给你喊拉线上，帮说拉线上，环游世界都行。俺没关系都可以，多大个事情？伯伯，怪不得你妈夸，俺给妹妹你两口都能行，把儿子还过到人口气的。姐，我就爱听你说话。你俩在满屋子，我都爱给你两口打交道，你两口这人好实在。你想，哎，小辉嫂子人就是好，俺一天啥都光叫。我好个怂，我让他被浪砸过，光看着面色，当他被学的没点人气气。你才是个闷怂呢！爷，你以为你领小辉家在我跟前，爷把你学的个屁样的。我是见谁都想跟谁好，背后爷把谁都砸瓜的跟啥样的？爷砸瓜的都没心人行性了。爷，你妈是会做人。可不是了。